谢谢谢谢，今天是我们张丽，今天是我们张丽同学的小妹妹的生日，是，对，然后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演员演戏，我在现场经常被她给感动了，真的非常棒，而且她会骑摩托车，会很多的运动，非常全才，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，还会当演员，对，真的太了不起了，全能女神就对了。那这样我们。 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现场一起来帮张丽唱生日快乐歌，好不好？我带头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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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 有点激动，就是我刚刚看到小妹妹走上来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感动，因为在去年的某一天，我们在片场拍戏，然后拍完了我就回到车里面，他们说导演加戏了，你赶快换上衣服，然后我说好，我就换上衣服跑到那个拍摄的场地的大殿上面，我看见一轮也在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在。 我说，哎，是他再补一个大全景嘛？然后我说，我还记得那些台词。然后我一回头就看见小明哥拿着一束花，然后拿着一个蛋糕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。其实，因为小明哥一直是我特别希望可以合作的男艺人之一。然后。 他能记得我的生日，去年也是，今年也是。我觉得这份感动我会一直记在心里。这就是上古情歌对我来说参与了最好的礼物，然后还有天天还有一本《爱与时节》那么好的上古假日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份。好的，谢谢你，也带给我们的惊喜。谢谢张丽。帮我读一下，好美哦，这个美人落。